恁的明仔王一龙已经结婚啊，你事业当好，什么款条件对上你无？你偏偏要爱迄个？我都跟你讲，我是为着要帮助一个朋友才会出手的嘛。我承认我有饮酒，我有小吧，我有和记者拍到。啊，不过我无甲严小贤开房间。文玲是你一手栽培，上信任的接班人，因为伊嫁唔着人，甚至甲赶去泰国，安尼对文玲够公平？你甲文玲当作人头，你还佫教你妈大细声？你实在是……我已经跟你讲过啊，咱已经无未来啊。你又唔跟我做伙？你是超工要来欺人我，伤害我？小琪，这多闹新闻，今麦搁在外口乱，等一下搁人去就变安怎？做出代志到今麦，我是头一个来看你。我嘛是出过车祸的人，我真希望伊跟我同款，赶紧精神。我想要替伊加油打气，我该当去看伊。刘嘉良，你真正敢对付小琪？我刚才什么时阵到伊？我就看到张先生穿白人衫伫咧病院，我迄时阵看到张先生一直摸巴肚。面色敢若看起无爽快，我就无甲伊拍招呼啦。所有人拢做伙伫咧骗我。张家良，我看你即个要安怎解决？这就是你欺负阮小青的代价。Hello， 各位令粉，你们好，今天是大家期待已久的。紫薇，我们继续。学长，怎么可能每次都你赢？学长都在睡觉，而且大热天还抱拳身，跟你什么关系？想死啊！那么久不接电话，现在可以讲电话。这种鬼话你也信？真的是跟你姐一样傻。你在直播上画歪眉毛，你看一样左手拿杯子啊？到底要喝什么？快决定嘛！你知道我喜欢少爷？废话，这都看得出来好不好？哎，手机怎么在我包包啊？阿邦那么爱捉弄我姐，哪有像你这种学弟一直欺负学姐的？学姐，你肩膀上有虫！来，快把我弄掉！哎，我现在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这样，根本是看我。没有，再给你们喝。吃坏肚子，那很严重哎。你好，台北，很高兴来这里。这不会很腻，不要抢我的话。这是我点的，这是我点的。你看这边看到了什么？所以我这个大楼的脚震对我，让我很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他家里的那个喇叭，玩那个飞机的，砰砰砰砰砰。阿哥最怕的，他有愤怒值在里面。